现在已经开始录，干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你们先做简易版的 AFI 就好了，好不好 ？AFI 哦，啊 ，AFI 从，白，还又讲没有好没有，测量，然后 AFI 按一下 ，AFI 按一下哈、哦，它叫从三江式、四江式、两江式，三江式你画，嗯。好，那你就要开始哦。我们让让让对。你看哦，是什么 ？Basal posterior。你就要在二尖瓣跟 posterior 点一下，你点。这里是。为什么不在这一边？我在最内幕。哦。我要点在最内幕。Basal anterior septum 在这里。不是这主动脉。加啊，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心尖大概到这边了。好，加。你会很惨，我跟你拉半天了、啊，因为你拉得太远了。啊？他已经自己算了。哈？怎么？已经算完了，这样会太快了一点。我可以倒转。再一次，那我再重拉一次。我们还没。他还有。没有，就是刚灵感还是怎么样？比如说，你看你这边是 basal posterior， 对对对 ，basal anterior septum， 对不对、嗯？然后 apex， 嘿，就结束了。对啊，点 AFI 叫三点吧。它、啊、点完以后呢，它自动就会 process 哦。它只要每个都打勾，那表示你做完。这是我做的。他认为你这是合格的。哦，合格的，合格的，合格的，你不用强制他打。告诉他收缩中脑在这边吗？差不多，好，他就出现四分图，四分图，然后 speckle tracking 呢叫 pick systolic strain， 它只有 strain， 其他都没有，所以每一块的 strain 他就告诉你了，嗯，哦，然后玩那个四腔式对，这边快点，看，一下，好。叫 basal septum， 这里吗？不是，这边没有没有，这边叫 lateral。哦。跟二尖瓣交接的地方点一下，然后再来 lateral， 一样二尖瓣交接的地方点一下，在外面了。内圈。再来，好，再进去。上面这里。大概这边，好。三点吧 ，apex， 先，大概到这边，看出来的。你觉得哦？你看到、哦、你如果让它宽一点，它涵盖肌肉的越高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它就自己跑了。好，他认为不及格，打叉叉。这块啊，叫 basal septum。哦，比如说你可以再高一点点。嗯。心肌在运动啊。如果没有随着能摆到这边来哦，知道我意思？可能是要放在再高一点点，不能涵盖到左心房的位置。哦 ，lateral 的时候在内膜，其实有点在飘，你注意看。嗯，我觉得感觉有点在飘，感觉得出来，没有随着心肌壁这么服帖了，感觉上是这样。这里我觉得倒是，身上认为你太低。那你就调位置，你看到哈，在 一下，然后呢，你要在最内膜这个点点一下，拉高一点点，有没有？然后譬如说它在飘，在里面，你可以让它在外面一点点，再放掉，对。然后再重新 proceed， 对 ，enter。哇，差更多了。哇、wow。那刚刚那个点就不要动，回去。嗯，你说在里面一点，就是跟刚刚一样的点，比较里面。好，理论上这个点我觉得太里面了一点了。嗯，我觉得这边是要放里面一点。好，反正我让它再宽一点 ，septum 一点吧。嗯。好，下次我因为这涵盖太多的，没有心肌的。好帅的。我是不是让它再窄一点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再一次，
你就一个一个去试了、嗯、我的意思是这样。人生好把它重画可以重来吗？可以啊、哦、哎，这 New ROI、哦、哎 Research 叫 Regional of Interested 重来 Certain你先跑嘛哈、哦，你再慢慢修正这样，现在打过了，100分，哦，是吗？嗯，好，我就是、哦，然后再 new ROI， 好来，你自己开始。这我要边按那个左键，边画的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他按一下，然后你再画过去，哦、然后再按一下。没有啦，没有，太难，没有挑战你的手指的极限。再低一点，应该已经快超过去了。哦、你现在是内圆哦。嗯。你内圆如果到这边、哦，外圆早就已经 over 了。是我。差不多。给他一点空间。嗯，你就先跑看看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不行的。感觉应该超出去。好，满心你就跑吧。他认为可以，你才可以啊。不行。他认为你有两块不，你这已经在飘了，你感觉哦。哦，你等一下再外面一点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太内面了嘛。哦。Recall。这个要再拉出去一点哦，外，哎，就往上一点，哎，没办法，你要移动两个点，不是你那个点不能超过那个点，你先过去，好啊，你太过去了，好放，啊，第二个点再移，好，来个膝盖，再 proceed。嗯，他认为这里，他认为你这一块其他可以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这时候你可以拉大一点，没关系，让变宽一点看看。好，再剖视一次。嗯。哇，变两块。好，那你就再缩小，你要调整这里范围，让它再降低一点。这也太难了。好，你缩小两次了哈、哦。所以你要让这里的点再往下一点，它自己跑，嗯、一定是、啊、你这里已经整个都跑掉，所以我要你要慢慢调，这个、这边要在外围，因为你已经缩了两次了，嗯，所以这边要再下一点，下一点，这绿色这边嘛，好，你都可以下一点，下一点，下一点这样，啊，还要自己跑，你还有感应到，再 recall， 要下一点。不用下太多，隔壁那个点也下一点，然后不要让它靠太近，远离一点。好，再一次 ，proceed。好，他又认为你这里在飘了，那你就这里要就是在里面一点点了。好像是，对，这里。嗯，在里面一点点。在里面一点点。好，再一次 proceed。怎么感觉好像这种是不是超出去了，还是没有？它会影响到抛物线哦，你等下看就知道。用不行。它会影响到抛物线。好。再来。哇。人家一直试到你及格就对了，他认为你过你才能过。我是你说开枪过来打试到合适、嗯。也是可以，那是作弊，嗯、也是没关系。你会发现一个原则，就是说、嗯我们能直就让它直一点，你不要弯进去。哦、直一点、嗯。但是你不能太高，你要在下面一点，好多好。嗯，它、啊、如果涵盖范围不够，你可以让它再宽一点，这样。好，再一次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有在里面。可以。哦耶。就是你越宽，你涵盖到肌肉的几率越大。这你懂我意思吗？一样 approve， 然后再一个四分图，四分图，这就是四分图，存起来。好，然后再一个，再前，再一个两枪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好来，看你做两枪，两枪哈，然后你为什么这里？为什么？出圈的。从 basal inferior 开始。内缘哦，这个吗？我觉得是那个的。再过去一点，这里好，这样好，然后再 basal
Anterior 内缘，再过去一点，这里，好，差不多，这里，好，在 apex， 嗯，这边啊，太高了，你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好，所以在这边差不多，这里太高了，好，也没关系，嗯，它事实上是往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做的有点这样，嗯，反正让它跑看看，它认为你黄色不及格，你要再往外一点点，所以我要这个。黄色不及格，对，它点着压着压着可能 哦, 哦，你这样可以可以、哦、这样吗？好，直一点，直一点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哦，直的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让它宽一点也可以，这个上面那个，这个吗？嗯，好，然后再 proceed， 有三块不好，嗯。你所以你看哦，它现在主要是这样运动，嗯，啊，但是你刚点的点太靠近这边，所以你的心尖这个点可以让这边一点点，所以你可以 new ROI 先 recalc 这个，再换一个，对，再重新一次就对了。好，它现在是这样了，嗯，好，所以你的心尖的点当初摆的太靠近我这边，嗯，这点是它哪个点？我想要靠内一点，那是外围了。你在那，好，差不多。刚好那个交界，就是你要在这边，你刚点的太这边、嗯，对，你要过来一点。对对对对 对, 對，让它朝这边。这样，好，一股感觉就难。等一下、哦、你的心肌壁这么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几乎都在坐这边。哦，这是心肌壁的最内围，所以你可能要在外面一点，绕起来会是。你心肌壁是这里哦，对对对对，不是这里，它要涵盖整个心肌壁。哇，它又自己跑了。嗯，再来一次啊！哎呦，这边已经飘掉了。我刚才想说，我点一下它会那个。你再往外啊、哦、拉拉拉拉低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对呀、啊，这样要直一点。第二个点要过去，断轨，第二点要先过去，对，这样好，这个也要，再来，因为你要这样子的感觉，这样，好，好，这个再过去，这样，好。再宽一点，因为你这臂已经到这边了，你才到这边来。好，再 proceed。耶、yeah! 嗯，好了。哦，然后就 approve 一次。好，他说你的心跳数差太多。嗯，那没关系，那不管，至少你做出来，他认为是许可。就是说你每个单独的值都在这边了。随缘啦。嗯，都在这边 stop。这是简易版的 AFI， 只做这三个而已。嗯，然后它就会得到牛眼图。不是有那种四个点的，还有六个点的？没有，有任意点的，叫做 Speckle Tracking、哦。这个就任意点，啊，这个都是三点，四项是三点，两项是三项是三点，哦、两项是三点，这叫三点吧？两项都各做一次就会出来。对，就会得到我们的牛眼图，这样。哦。这样会很难吗？应该还好。嗯 ，AFI。觉得修老师指导才成功。没有，因为你们第一次做的关系啦，你们第一次做的关系。所以就是尽可能的让他那个彩色包围着心肌这样子，接触就会成功。你们读。理论上是所有的数字都一样。哦，哪有？它不同模式不一样啊。它这边是可以变换的啦。你看到、哦、这是我做的 Speckle Tracking 的哈。OK， 比如说我们已经做过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要我再来一次哦。嗯。Facial septum。这里居然有哇！对啊，教你怎么画。好温暖。嗯、告诉你这样，对不对？都先跑，不行再宽一点、那个、再修，这样。对。他说你心跳数差太多，啊、嗯，这样至少都这边都有数字出来了。他们就自己说可以，然后又说你心跳数太多。他有他的限制，对 ，B trace， 心跳数太多说可以的也是他，说不可以的也是他。哦，反正你就做到他满意为止就对了。嗯，啊，可以一顿，三枪式，然后你看到，2D 视觉理论上是这样，你按这里 Control。
让 Q 分析，然后它就会出现我们的 2D Train 的按键，按一下。因为之前我画过的，这样，这是每一个点都我自己画的，不是只有三点，这叫做 Speckle Tracking， 叫斑点追踪法。那如果我们做了 AFI， 还要再做 2D Strain？ 因为我说过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，比如说你要看 Strain Rate，你要看速度，你要看 Teacher Tracking，你都一定要做 2D Strain。AFI 只是 Strain 而已。我记反了，我以为是这个可以看到。这个是最简易版的 2D Strain。然后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我们当初存的不够多。四枪。2D Strain。你看这边了哈，你看它打勾的，譬如说包括长轴的 strain， 他认为是这些数字哦，它是波形对不对？是让它每个对应都有数字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嗯。然后包括这里是长轴的，这里 teacher tracking， 这里都一定要 speckle tracking 才有办法得到 ，AFI 是没有办法得到。所以它还是有它的用处啊，它比较完整版是 2D Strain， 对，四枪三枪，所以两个的差别大概是这样，好，然后他们得到像这种是我们在收缩心肌哦的收缩期的后面，如果还有一个小收缩期，这个通常它的时差就会很大，就会很大哦。在人很多都是心肌有梗塞才会产生这个现象，啊，这是 strain pixie， 所以 strain， 我们刚讲那个 strain， 这是 strain ray， 都是看收缩功能了，啊，哦，简易的记法是这样子。都零是好的，哎，没有刚刚讲那个收缩后期的 shortening， 这样。那像这只是曲线。那你要得到数字，只有我们在 2D Strain 可以看得到。对，我们跳到我们的4631来看。这里吗？在哪里？这是前面的，对不对？这前面你们都做过了吗？嘿，然后再跳到组织。都做完了，对不对？这腹腔不要看，这次水脑很严重。好，这里开始，你看，这是 speckle tracking 哦。这 AFI 三点法，太小也不行。大一点也不行，骗他再大一点，嗯，实际上你只有这么小，但是你要骗他，让他出现这个波形，再慢慢往内拉，这样，对，是在动物园做的，当下测量，我做荧幕录影。宽一点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这样。三枪，四分图，尽可能每个 scale 的线都看得到哈。嗯。三枪四枪。为什么要先跑三枪？AFI 都是先从三枪 ，2D Strain 是从四枪，这样。它机子是这样设计的。反正你就是要调到他满意为止，对不对？好，每条线都要看得到。嗯。储存，再两枪，对不对？两枪。
像这边的感觉。能宽尽量宽，不要超过边界，能直尽量直，这样它出来的几率会高一点。这样，哦，还有两块不行，就慢慢调，跟刚刚一样。这边可以再下一点，二尖瓣大概在这个地方，应该再下一点。啊，尽可能间隔都要一样，否则你出来会扭动。这间隔还没有调得很好哈，这边太长了一点，这边太短了一点。因为全世界的超音波大概都是以记忆这套为主，全世界写 paper 的，都是以这套为主。那，只要这套认为 OK， 你就 OK。那当然过程当中你不要去自己打勾了，那这样子我认为你的报告的可信度是高的，也是差的。靠！喂，因为他在即时录影，我还要接电话。副总，我跟你讲，副总出来你就先，那个要先停。对，四六三已经副总都消失了，再继续给。因为我在讲电话，我没有办法操作。再回来，再慢慢修。对，因为那个是针对那个肿瘤的，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就只能先停。对，照吃，好，拜拜，差更多，好，两分钟，拜拜，哎。再来，就是画到它全部打勾为止。对，所以我不会管说这只狗是不是已经安乐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要学东西，我不会管这只狗去煮花不花拳，做不做安不安乐死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们要学东西，对。所以，蔡医师不是说老师这只狗已经安乐死了，但资料我们是都一直在做，一直在传，我不会管这只狗有没有安乐死。因为内科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你这只狗即使没有办法救它，但是下一只狗如果碰到同样情况，你要尽可能因为上只狗的经验去救下一只狗才对，这是内科的精神。可是你觉得它应该还是有救的，对？当然，只是需要花钱，只是主人什么都不花。对，当下我讲完，它什么都不花，那我不，你就这样吧。但是该讲你还是要讲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你不能不讲，这天都还不行。后来早上来的时候一样很喘，还好。等于他，我知道他稍微刺激了就很喘，但是刚来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在把笼子里好好趴着。对，其实也没看不是可以挺稳定。我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，还是只是真的就是没救，完全是不会这个伤害的。因为确实他一直进的，所以我就觉得。做完超音波，然后没有让他试着吃药，这件事很，所以要弄很久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常会敷一些超音波的用药嘛，然后我就这样说，做完还全部打上来。这个很奇怪，因为你可是问题是，所以院长愿意打勾了，对，聪明过了，现在一样在录影。只是我们让他自己跑而已。有一次就叫我做饭的。你们可以用代号。因为这是全程录影的。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要调四腔、三腔、两腔的曲线，然后这是 Pixie Soy Strain 在这边了哈，然后你可以调不同的波形，你这边不同的模式，这边就出现不同的曲线图，它代表不同的东西哦哈。B review 就是四腔、三腔、两腔的 B mode， 然后配合一个这个这样子，叫 B review。这个数Pixie 是越小越好吗？不是越小越好，不是越小越好。你等一下看就知道，这还没弄完。我们主要是要得到最后一个 myocardial wall index。
那你看哦 ，PSYSTOLE 完了以后呢，输入血压这边，收缩压、舒张压，嗯，就是你刚的 AFI 或 2D strain 你一定要先做完，然后输入血压以后呢，才有办法去 approve 去算我的 myocardial rate。这时候应该接电话或干嘛哦，输入血压。如果先接电话，先做，所以刚刚又做完第一笔实验。哦，这样这图就出来了。我们刚 AFI 得到这个，AFI 得到这个，myocardial rate in days 或是 eviction 的时候，这两个在切换的。这是效率图，这最好要95以上，它才85。它、那个30跟22是很差的意思。对，没有错。哦、然后你放到了每一个点哦，它会出现它的柱状图跟它的这个是什么图？曲线图。所以它的左前动。所以你看到如果是 efficiency 对不对？ efficiency 是85嘛、嗯，平均哦。那85以下，像这22一定都是不好，30也不好的，有没有？哦，82、83没有85以上都是不好，但最好要95。对，事实上它心肌病都不好的。啊，是负的那个吗？负的话要负19到负25，负比如说负19，比如说负13好了，负13是收缩不好，负27可能过度收缩，对，所以负19到负25是 peak systolic strain 我们要求的值，对，所以它主要是什么 left anterior 那边的心肌壁有问题，嗯，应该是 anterior 跟 lateral 都有问题。所以这种东西已经看得蛮细了，他这是让他自己跑图、跑数据、跑数据。所以等于说我们会知道他是那边的冠状动脉的血流可能有问题，供应不好，心肌壁本身有问题。那会给怎么样的处置？嗯嗯，你只能减少像我们讲他肥大嘛，减少心肌的纤维化，改善前后负荷、肺高压、血压这样子。然后可能一个月后再追踪一次，对，这都在做那个数据的储存而已。然后你在 2D strain 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看到 2D strain 的数据；你在 AFI 的时候，才可以看到 AFI 的数据。然后传统血液动力学，你要在 general 里面才看得到它的数据，所以它数据是分开的。对，否则有时候你做完，你发现为什么没有图？不是没有图，没有数据啊，对，那是因为它在不同模式下这样子。哦，这是一般的，它整合在4631，我都已经传，这已经传给你们了，只是那时候没有解说而已。那今天让你们实际去体验一下，这样叫你写一篇硕士论文 ，OK 吗？为什么点我？你想要念研究所啊？写一篇硕士论文？那心脏专科的研究所？卡迪沃独立出来？中心也。哪个学校都可以啊，体科大也可以啊，他们都有分科，加大也可以啊，嗯，对啊，加大有吗？当然有啊，有，你只要写超音波的题目就可以了。Excuse me， 那我觉得我们永远毕不了业。什么意思？嗯，要政治家手工毕业可能有点困难。哦，不会啊，这个题目他完全不懂。你要毕业也不会很困难。平科，所以是平科的话是要影像吗？对啊，都是找吴永辉老师啊。他只是老师啊，但是题目你要自己写，东西你要自己弄啊。他只是负责帮你写出一篇 paper， 可以教硕士论文的，很简单。我以为是力学老师。哦，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吴永辉。像老师好像退休了。哦。那找谁都没有关系。没有，就是他还有在教课，只是他只是来帮忙。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自己做，嗯、然后统计你要自己做，嗯、然后老师是负责修改你的论文。可是应该还是要找那种比较懂的老师，懂这方面的老师。没有，事实上吴永辉老师对这个，我可以这么讲，就是说这四所大学里面没有人对这个懂。在录音。对，一样在录音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对啊。好，我们不要聊其他的。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基一的机器可以做，基一的机器，对，那这四所学校没有人用基一的机器，对，我已经好了，那下一个答案更大，可能要更久，没有那个太大了，这个更大哎，我回去再传了，就照这个方式对不对？好，
会的。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组织、传统学、移动力学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个是有做过图灵石券的吗？还是只有做 A？ 我都做，我都做。哦、你要八个图都出来都做。刚刚有没有实际操作这个？没有，对，那个更久。哦。那个更久。我们要刷车的时候上这个。画一个小时。AFI， 哎、欸，所以其实 AFI 就可以看出那个 myocardial wall， 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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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这两个都可以得到 myocardial wall index， 嗯，对。那目前现在有的所有世界的全世界的超音波只做到这里而已，还没有做到 myocardial wall index，、嗯、目前，对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写 myocardial wall 就好，对，反正没有人懂。很、嗯、有、嗯、兴趣。可是如果要练就手的话，还要自备一台超音波。对，你只要有 Vivi 的系列一台就好了。我前买超音波，我只要没有我的数据给你用就好了。我的 case 有一万个 case 啦，你只要一百个你就硕士论文了。你紧张了吗？如果你有 Vivi 的，你有买这个超音波的钱，我想要。我听不懂。他说：“如果你可以买一台超音波的钱，干嘛去读硕士？”我没有时间念硕士，我可以叫别人去念硕士。我没有时间念硕士。维持。为什么？上这个课就是要念硕士。你现在还醒着？维持，你今天休假，你今天休假怎么会这样？对啊。就是说，这种东西只是一个统计上，然后怎么去修改成一篇论文这样而已。对啊，你做出来有意义，也是一篇论文；你做出来没有意义，它也是一篇论文。所以你横着竖着，你硕士都可以毕业。对，所以说不是要毕业不是很难的事情了、啊。对啊，只是你们有没有兴趣这样而已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念了两年硕士，希望这个题目是你有兴趣的，差别在这边。要毕业非常容易啊，对。我的学生很多去念硕士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们做什么题目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东西啊。你要什么素材，我通通可以给你啊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。对，我们资料够多，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是你有兴趣这样子。这是出报告而已啊，后面不出报告。老师，加油！中心，哎、欸，算了，不要再，先不要再这一条，就这个。我们去手机就好了。你说这还在录音吗？